你谁啊？ 干嘛弄得这么毛骨悚然的？ 我家公子 想跟你 谈笔生意。 可是你一点也不诚恳。 这谈买卖 设这么多埋伏呀？ 果然有点本事。 看来 你能只身逮捕四大悬赏要犯，绝非偶然，身手不凡呢。这有多少钱，我就有多大的本事。爽快！来人！这些赏金人都跟你一样，拿钱办事。你若愿意。 他们会告诉你做什么事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赏，但有条老规矩，我们是谁，目的为何，一个字都不要问。不问，绝对不问。那就照指示完成任务吧。你是个人才，看来日后我们大有合作的机会。只要公子有钱，哎呀，我这个人才，肯定是公子你的。 我走了，百花楼的头牌可是过时不候啊！殿下，这些赏金人固然身手了得，但他们来路不明，龙蛇混杂，能相信他们吗？海纳百川，以诚其大，只要用其所长，就算鸡鸣狗盗之辈，也有大作用。本王要的就是他们不问缘由，任钱办事。如此一来。 就算事迹败露，这火也烧不到咱们身上。哎，快来快来！ 看看谁来了！真乖，快来快来快来来来来，正官正官，来来来，看看我给你们送了什么。乖，你们先去一边玩，我给你们娘亲讲点话，好不好？好，乖。最近还好吗？孩子们过得还好，银两还够用吗？ 很快，我就会有一大笔收入。届时，你们就不用担心银两，不只是你们，连隔壁村的人也都会有银两，都能好好的把孩子养大。大人，你别放心上，早晚他们会谅解的。多亏了你啊，大人。 这些年来才能熬过每一个寒冬和天灾。